Hello guys, welcome to Monster Chocedo。 那我们今天好像以前好像有些人比较喜欢听到 Hello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白的爱丽丝疯狂再临游戏实况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今天也就换装备，我们这次换就是那个故事模式就好，但是有一个服装也就是跟他的故事是相同的，就是这一奇怪在哪里？没有哎、好吧，既然没有没没关系，我们就直接用这个故事模式，他自然就会对故事模式那个就是直接穿上故事模式的衣服了。对，那我们就开始游戏吧。附注我有设定时间，那如果听到铃声响起等等之类的事情，那表示已经就要准备暂停了。这也叫做神秘东方。真的有一种东方的 feel， 你看墙壁上都是，居然没有换上衣服，这太怪了。好吧，没关系，应该是我们故事还没解完的关系吧。对，有时候有些故事，当你没有完成它的时候，它的衣服是不会解开的。是的。那么我们今天，哇，好多好多东方的字啊。都是呢中国哦，这是什么道具？鲤鱼，so beautiful。暗息互动。好像蛮难拉的。等，这个手会沉下去耶。这是什么？超有中国 feel。哇哦，刀子也有中国 feel 吗？就懂嘛的。我听到猪鼻子的声音，在哪里？很近，可是我不知道在哪里。在哪里？等等，要狙了，狙了，狙了！没有狙啊，我给他狙了。应该本来是不会狙的，结果我还是给他狙了。奇怪，猪鼻子在哪里？从这个角度可不可以看见？找到了，好大！那边疑似有某种道具之类的，我们去看看。香菇，这个是什么？要用马车队。我的记忆。不论是真正的艺术，什么东东得听不懂。想想看，不是想想看，是当听到很多牙齿在一起的时候，吃起来的那个声音，听着就很爽。星这样子，继续向前迈进。东方，哇塞，这是那个有没有玩过那种游戏？就是很不是那种象棋哦，它不是那个麻将的那种东西，它有点像那种像游戏，然后它是两像是这种，然后叠得很厚，然后当颜色相同的时候，点选两个颜色相同的时候，两个就会抵消。这种游戏，爱丽丝，怎样吗？我好像正在遇到怪物，对不对？好像，没有好险，吓死人！看一下有没有类似记忆的东西。我看到那个了，等等，为什么缩小会掉下去？缩小就会掉下去，这是什么状况？这是所谓的 bug 吗？原来是没有踩好，上场现在是这样，然后就这样摔下去。好细，这路好细，哇塞，这水也太逼真了。咻！往前直走，里面有牙齿。存档，哇塞，这边怎么了？这边疑似是某种紫色的村庄，但已经被毁了。记忆。What Nurse Witless said was, "Fire pushed him, lit her up like the guy on the map." 不记得，拍谁 ？No one knows how she survived except Alice. 好吧，我们向前走走看。
哇，都是血，已经开始有点血腥的东西了。哇哦，存档。安妮，哇塞，这是什么？黄蜂武士，看起来好强啊！来吧。哎哎哎，哦，真的很强。破你，破你的魔。哎，请等等。哦，死掉了，还好嘛，可是很恶心，就对了。哦耶！瞬间移动，哪里？哦！不行不行不行，不能用这个对付他们。啊啊啊！真的很痛。嘿！哦，好险！真是，真是太危机了。是我的错觉，还是觉得爱丽丝的马船挥得特别快？没有，还是一样慢。嗯，刀走变快吗？嗯，本来就是这种速度啊，没有什么改变。哇，好窄的一个地方哦。按 C。哦哦，好大的两张脸，而且那两张脸看起来疑似非常不爽，是因为我踩在他头上了。哦哦，黄蜂武士，哦，危险，吃到，哎呦，吃炮耶，中了，近一点发射就好了，呵。好可爱，呵，哎，没有中，算你厉害，发射，近距离就可以了，把他卡得死死的，嗯，嗯，好像这个地方都发生了可怕的危机，那我们现在要找那个虫先生还是虫女士在哪里？哎，这也太明显了。虫先生、虫女士在哪里？是那个吧？对啊，就是爱丽丝里面那个虫，有蝴蝶那个。哦，好恶心的脸。某些气味是独一无二的，这些都是爱丽丝的记忆。我们要到底要收集多少？哦，哦哦，我在干嘛？吓死人！这要怎么飞过去啊？是不是有某种拉杆之类的可以？好吧，算了，再跳。One, two， 等等，那个好像会喷火。哦，这个快喷火了吗？我觉得是的。我们等它喷完火，我们再过去。要开始了。哇塞！哦，喷完了，走吧。哦，开门了，呵呵，画龙点睛点错了，点错位置了，整体变起来超不好看的。哦，超神奇！哎，它是会动的头哎，啊啊啊！糟糕了，它头好高、哦，重来，可恶！哎，这是哪里？不会吧，全部重来。哦，他要喷火了。哦，终于踩到了。咻。是否发觉这样子的爱丽丝非常漂亮？哦，等等，这个空中暂停也太令人傻眼了！救人一命，等于救全世界。哦，是咪咚咚？哦，又是你们了！想再吃炮吗？哇！你也想吃炮？你嘞，近一点！哇！噔噔噔噔噔！哦，黄蜂大鸣！哦，感觉上非常强！哦哦，想吃炮吗？
嘿，踩什么嘛？还是用马锤比较快。哦，你在干什么？哎，成功了，打到了 ，K 到了。哦，要打破他的装备。哎，呵，耶。本什么嘟一下，哎，不是嘟一炉，哎，好吧，我不会念，什么什么嘟的，就是猪鼻子在哪里？我听到，很近，在这边左右，找到了，哎哎，不是弄这个，拿那个汤塞猪鼻子，不知道怎样。就，不行，好，继续回去吧。我们刚发现了前面有一条路，已经 open 了。哎哎哎，空中暂停又来了。嗯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最近好像不太对，可能晚一点要来重新整理一下电脑了吧。嗯，这些是人吗？哦，他是你们的恩人之类等等的，结果你们已经快趴了。哎，我怎么觉得他穿衣服穿的不一样？可是他已经死了。这些，我看过了，这是什么？这里面好像还有什么东西。哦，另外一边的门就这样开了。哇，这个好像那种阿嬷家的椅子，直到你十二岁之前，我们都会点亮灯当作夜灯。这些骰子不是骰子，这些东西好酷哦！哇，又是拼图，对不对？Your victories in combat and conundrum suggest your fitness. 哦，是那个传人，他就站在上面。你的子民全死了，你还不帮忙？你还跟我讲那么多，真是太坏了。哦，简单来说，我们要成功拼好这些拼图。嗯，哦，不见了。好吧，那我们就是要再额外找到其他的拼图，对吧？我找到一个了。这里面应该还会有一个，对吧？嗯，没有哎，就哦，在这边，哦，得到第二个，还有中国 feel 哦，这些都好像是那种翠绿，那种奶奶身上会戴着那种玉环一样，绿的，像钻石般。哎，不是吧？我越讲越扯，应该是能开的门的吧？哦，这里面应该还会有一个。哦呦，铁甲武士安安！哦，比刀吗？来比刀！你有刀，我有菜刀，这是用来砍猪肉用的。嘿，锵锵锵锵！哦，好帅的声音！呵呵呵，锵锵锵锵锵！啊，好帅的声音啊！锵锵锵锵！下次看到他，我们都这样子玩好了，太帅了！锵锵锵锵锵！他怎么站上去？直接跳吗？可以耶，得到了！锵锵锵锵锵，有一种非常非常快速战斗的 feel。好吧，我们得到了三个，我们还缺了几个？缺一个，会在哪里？嗯，这最后一个就要看一下了，应该在这边吧。对啊，这边还有一个路我们没有来过。嗯，哇 ，very cool。哦，完成了对吗？
对，完成了，太好了。那么再来就是对，我猜啦，应该是我想想看，应该是这样子吧。然后这样子，然后有点难嘞。这龙的尾巴怎么怪怪的？所以是这样子，这样子。再来是，哪一边要接龙头啊？是下面这个部分对不对？这个，对，所以这个要移到上面去，所以我搞错了，重来。是的，我要重来。OK， 那么就是要非常快速的像这样，然后这样。再来，他上去，他来旁边，他下来。哦，对，才怪，我好像快搞混了，怎么办？我快要把它移错地方了，糟糕！好吧，重来，再一次，有点难。我先把它移下来，移上去。上去往旁边哦，成功了，然后再当当一条龙。You can save us. I'll open the path. 哦，木门，好吧，今天我们就玩到这边，然后今天没办法做觉醒的后卫了。OK， 那我们偷看一下下集预告。下集预告我们就是要往前走，然后经过这些地方，然后你去哪里？好吧。那我们就剩下就到下哦，那边有小洞，那就是这样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哎，安抚哎。